之前谢总跟肖总其实就是也是有见到面，然后聊了一些。这一次好像你们在这个公司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个身份，对吧？是是是，因为我们整体来讲算是一个公司在以就是去选乐队这样一个方式嘛，所以各自担当的一些东西都不一样。肖总呢，主要就是我们的技术总监。谢总呢，就是我们的大老板。然后我呢，就是宣传总监这样。Ace 一定要是感染力特别强，能够带动其他。在我这里我是 OK， 可以给他 Ace 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们三位总要组一个自己的乐队，觉得你自己在里面什么担当？我在里面。应该就是吃喝担当，吃喝担当，吃喝担当，不用请吃饭没有，不用请吃饭没有，团宠担当。所以刚刚那支乐队，他们算是一个相互补位型的一个乐队。是，你说什么都是。对。